新一个礼拜嘅挥霍本地波又同大家见面啦，我系挥挥啦。咁今个星期咧好热闹，哇！咁除咗咧过往我都系一个拍一个啦，今日咧就有两个老友记一齐同我一齐做节目啦，包括有阿 Matthew 啦，林维辉啦 ，Hello Matthew。咁仲有咧就系另一个老友记阿房啦，房中伟啦 ，Hello 挥挥。今个礼拜咧，我哋做呢个集节目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即系咧，过往我哋会每一个礼拜都会讲上个星期发生咗嗰啲嘅港超联嗰啲赛程啊，同埋啲比赛嗰啲回顾啊。今个星期咧，因为即足总就公布咗呢个新一季嘅足球明星选举啦，咁我哋咧就反正咧第二循环亦都啱啱透过呢个星期咧打完，咁我哋就唔逐场波讲，我哋系讲下成个两个循环嘅一个回顾啦，回顾下各队嘅表现，同埋都讲下足球明星选举大家啲心水啦。嗱，咁啊，我哋喺开始之前咧，我哋交个时间俾阿房啦。喂，听讲你咧早几日睇咗啲唔系港超嘅赛事喎？系啊，早几日咧，即系讲上个礼拜呢个 weekend 咧，就我拣咗一场港甲嘅赛事，就去咗睇高力北区喺呢个粉岭游乐场，啊唔系喺北区运动场先真啊，喺北区运动场，即系北区主场，系啦，对住深水埗。系，其实咧赛前我好期待嘅，即系你知我哋有 group 啦。你做乜走过去睇北区啊？因为 fan 啊，唔系最大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港甲第二对第三啊，而家北区对住深水埗咧，咁又亦都叫区队大战啦，亦都即系两队其实赛前系希望力追呢个港会，咁所以一定就冇咩失地噶啦，咁所以就最后个战情同个战果踢出嚟，我谂都令到在场嘅四五十位球迷咧冇失望嘅，咁亦都譬如北区啊，因为好多球迷都想关注一下啲外援球员到底系咪真系有超联级数咧？咁你觉得睇咗系咪咧 ？OK 嘅。我覺得即係三位嘅外援，尤其是兩個前鋒啦，即係一個前鋒正前鋒就係班奴，另外左翼就係泰亞高啦。咁另外仲有七路仔嘅夏比啦。咁啊，即係一啲跑動型嘅。如果大家有留意，譬如 Matthew， 我知道 Matthew 係 Chelsea fans 啦，佢有啲簡迪 feel 嘅。無論你話手咁堅啊，唔係唔敢講話能力啦，但係外形同埋身形，係即係踢法上風格上有啲似嘅，係啊。咁啊，最後就其實即係黑黑實實嗰個係另一個，係黑黑實實嗰位就正箭頭班奴，咁啊泰亞高咧就金毛仔啦，咁啊挨左嘅，即係踢過4-3-3陣式，佢係挨左啊，咁啊夏比就即係中場負責做一個機動嘅搏腳型嘅角色啦，咁但係北區就固然即係除咗三大外援之外啦，咁其實譬如賴啟卓啦，咁啊真係賴啟卓真係都。其实44岁啦，差唔多应该就佢系而家做教练嚟踢嗰、那个，仲系正选噶，同埋你见佢其实速率，即系我谂今年咧，其实大家都知港甲多咗好多球迷关注啦。嗯，咁啊，气氛如何？气氛其实 OK 嘅，反而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就球场配套上面咧，即系除咗比赛内容咧，都有几样关于球场嘅配套啊安排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嗱，譬如咧港甲赛事咧，我谂甲乙丙都系噶啦，就算你话 schedule 话系踢3:30咧，大家都要预系可能迟10分钟开波到，因为咧之前咁有人 book 噶嘛，咁有人 book 咁，因为佢吹长鸡可能系3:40-3:50，咁但系你踢新一场嘅时候，咁球员都需要垫下波热下身啫嘛，咁所以搞下咧就会褪迟10分钟。好啦，问题就嚟啦，由于而家大家都知天气热啦，一定有饮水时间啦。港甲或者甲乙丙咗啦，系冇嘅，冇 water break 嘅，冇 water break， 因为冇时间啊嘛，大家都想象到啦，即系一节嘅节数，咁所以就我哋即系球员一定会辛苦。嗱，最重点一定要问咧，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喂，北区今年好似雄心勃勃，好似有啲似2-3年前嘅愉园啦，或者骏锋咁样，即系好有呢个热诚，想做翻即系打翻啲成绩，会唔会真系有心打上去港超联？咁你自己觉得嗰场波？打落去嗰個水平去唔去到港超嗰個 level 咧？有條件，有條件，因為有少少以老帶新啦。其實頭先都講咗中後場，譬如除咗賴啟卓之外咧，咁有阿聰頭啦，以往啊踢過夢想嘅黃志聰啦嚇，咁仲有就係其實黃榮傑上季都喺愉園啦，咁佢就呢場比賽隊長啦，因為本身嘅隊長阿梁國威咧就有啲事就今場冇披甲，咁另外就前面。固然以老帶新咧，就頭先講咗幾大外援啦。咁另外右翼嘅羅日朗啦，呢場波佢第一個入球都係嚟自佢喺進攻路線右邊嘅罰球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亦都有門將啦，譬如黃子豪啦嗰啲啦，即係大家都對佢印象深刻啦，上季喺元朗。咁所以其實北區咁，你話現階段有冇傾過話升班嗰啲咧？咁其實講真，
即系呢一刻，你有冇收到风啊？呢一刻暂时知道嘅就系未有咁嘅部署咯。嗯哼，啊，港会嘅资源不都有噶啦，争咗佢上唔上升嘅啫。咁其實港會咧，我就即係同大家回顧翻，其實幾年前咧，曾經咧就足總有邀請過港會升班嘅，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啦？當時咧，足總咧就係唔夠隊嘅時候咧，就叫個港會升上嚟。我記得好似嗰年咧就係海景以第八名升上嚟嗰年嚟嘅。咁但係咧當時咧港會就開出個條件就話嗱可以嘅，你俾我升上嚟唔緊要，不過咧你就要保證我三年裏面都唔使我降班。或者係即係冇降班制，咁我就搞啦。如果唔係咧，我就唔制。咁於是足總當然就唔會睬佢啦。咁於是咧就到到而家咧，你都未仲喺未見過喺超聯見到港會呢隊波咯。究竟下一年係點咧？我哋就即係唯有拭目以待啦。夾咗我哋講到呢度啦，咁我哋又講下個射手榜先啦。喂，而家射手榜咧真係不得不提一個人就係丹恩奴域啦，即係呢個黑山伊巴。哇！呢期真係好堅喎，爭啲咧三場波入三球喎。系啊，咁啊，即系射手榜啦，咁啊，巨龙新造啦，亦都我相信系好多球迷心目中喺明星选举最佳前锋嘅两个大热噶啦。嗱，足球明星选举嗰啲心水，我哋阵间再讲。我哋讲咗个射手榜先啦，咁同大家讲一讲啦。而家咧就排第一名咧就入15球嘅丹恩奴域，第二名咧就系10球嘅夏志明同埋东方龙狮嘅新组。咁啊，第三位咧就第四位咧就系呢个南区嘅史蒂芬彭地拿，即系肥彭啦。咁啊，有一个位置啊调动咗，之前咧就应该系达斯华排第五嘅。咁啊，因为咧呢场上。周咧就阿基華利頓就連入幾球啦，咁啊所以咧就以八球升到第五，咁啊嗱，大家都有個 question mark 啦，即系咧丹恩奴域攞成射手就都高唱入雲，問題就係後面嗰幾個球員咧有冇咁嘅條件追翻上嚟啦？就係、是、問阿 Matthew 啊，嗱你自己點睇呢幾個前鋒？夏志明就啱啱原本就啱啱追到同丹恩奴 level 噶嘛，但系丹恩奴域就即刻下個戰書即刻連入五球，就甩開咗啦。呢、这個真係幾神人啊！呢一季嚟講，真係丹恩奴域就真係，我諗如果你問我咧，神射手啊、足球先生啊呢啲一定要預佢，我覺得今年咁啊、新組又點咧？新組始終佢你熟呢個新組係，因為佢踢法係比較飄忽同埋係移後咗噶嘛。嗯，其實係我覺得新組嘅機會唔係咁高啊。嗯，如果啲傷兵好翻曬嘅時候，佢就要就翻，就翻去踢中或者踢邊嘅啦嘛。不过是的，因为同埋我想另一样嘢值得大家留意咧，就系今季由于个赛制改变咗之后咧，咁其实新组同埋丹恩奴域遇上嘅对手遇上嘅防线咧，同夏志明遇上嘅防线系唔同，即系讲紧嚟紧。系啦，因为夏志明追系护级组啊嘛，咁所以大家提呢个就系好重要啦。即系你见到而家射手榜嘅头五名咧，系唯独是阿子弹夏志明咧，系喺护级组嗰度去即系角逐嘅。咁即系话咧，哦，仲有肥棒啦吓，肥棒啦系啦。咁即系话呢两个球员相对咧着数啲嘅，即系咧你见到可能佢哋会遇到嘅就系进锋如远啦，仲有。最锋如远都流浪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对翻转咧，丹恩奴域同埋新祖啊呢啲基华尼顿咧，都要大家互片噶啦，即系同飞马呢几队。咁所以其实相对系唔系咁仲系咁容易入到波啦？其实大家咧即系首先咧，我见到网上面呢排咧追啊丹恩追得好犀利嘅。咁但系咧，大家喺呢、這个见到佢入波入得咁厉害，当然你赞佢之余，大家都要留意翻一样嘢咧，就系、是、过去佢呢三场波入嘅八球，全部都系对住护级组下游呢几队嘅，包括咗流浪啦、进锋啦，同埋啱啱赢嘅南区。咁到底佢对翻个实力爆为强啲嘅，或者那个去到个角逐性比较大啲嘅时候，譬如对翻东方啊、李文啊，同埋对翻飞马，仲能唔能够保持嗰个咁高效能嘅入球率咧？咁啊，真系要打一个先知。咁呢期咧无可否认系好 fit 嘅。咁但系你问我咧，唯一可以即系追到佢嘅，我就真系睇好夏志明嘅，即系子弹，因为其实季尾嚟讲咧，佢喺南区嘅表现咧亦都相当之好啦。咁其实上一场波咧，我觉得佢同阿肥棒都打得唔错嘅。我覺得護級組啲球隊喺唔使降班情況下，會唔會學開放啲啊？啲後防啲戰意咧，係即係你可能大家明㗎啦。你出腳慢半秒就爭好遠㗎啦嘛，即係你唔係打生死㗎嘛，係咪？係即係你爭半秒就可能爭好遠㗎咯。咁其實護級組唔係冇嘢爭嘅，爭嗰廿萬啦，即係護級組冠軍嘅廿萬啦。咁但係個戰意係咪真係好似喺針標組咁強咧？真係有疑問嘅，尤其是護級生死戰係兩回事嚟㗎嘛。係因為始終佢哋而家四隊就算喺護級組啦，個名就叫護級。但是今年是不需要降班，即是没有护级这个压力的，大家就可能打开放足球，我就觉得即是场场开大就不出奇，但是
会唔会造就到呢两个射手可以追翻近啲嘅单恩咧？咁我拭目以待啦。咁我自己觉得啊，子弹有机会嘅。虽然争五球，争翻剩翻三场波，好似有啲难度。咁啊，但系对住下游嗰几队咁啊，睇下佢哋嘅防线点样啦。好，咁啊，除咗射手榜，我哋又讲下另一样嘢，就讲下个联赛榜嘅形势啊。咁啊，之前咧其实前四后四咧已经定咗个名次噶啦。咁呢周咧其实踢完之后咧，嗰个联赛榜个位置咧系冇喐过嘅。咁啊，同上两个星期嚟讲，已经定咗个位置一样啦，咁杰志就仍然咧都系34分咧就排第一名啦，东方龙狮31分就排第二，咁啊叫做咧港超两队争冠军最大嘅热门呢两队球队咧，只系相差三分嘅距离，咁啊第三同第四名即系佢哋喺争标组呢两队做拦路虎嘅就一定系天水围飞马同李文啦，各自就25分同21分，咁纯粹睇积分嚟计咧就应该。最前面个机会好掹水噶啦，咁啊李文就唔使争噶啦，就算李文赢晒都唔攞到冠军，咁啊飞马就得翻个数字上嘅可能啊，咁其实机会唔大啦，即系你冇理由觉得飞马可以赢晒三场，杰志输晒三场嘅，输晒东方又起码输两场先得，系啦，咁啊个机会好微，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你有睇佢哋嘅报道咧，飞马其实今年嘅目标都系希望保住第三名，咁啊点解咧？因为保住头三名咧，下年有机会咧仍然可以打到亚洲赛嘅代表资格。即系头呢两个循环咧，就叫做完咗之后叫抹开咗三决啦。咁啊，前面就嗰两队啦，两大老虎啦。咁另外就三四位之争啦，同埋就最尾嗰四段就有个比较混战嘅格局啦。咁但系其实就你话下边互级组嗰四队咧，其实都叫各有亮点嘅。我自己觉得，即系譬如你话骏锋啦，即系今年佢哋强调地面组织嘅风格就几深入民心啦。咁另外就除咗你话。十一人足球之外咧，其實佢哋對五人足球嘅關注度，亦都即係令到好多唔同界別嘅人士係提高咗佢哋嘅認知啊，各方面啦、啊，甚至即係有關即係足總嗰邊，可能亦都即係培育五人足球上面有唔同嘅諗法啦、啊，各方面啦、啊。咁譬如流浪其實都今季做過巨人殺手啦，咁啊和過東方啊，贏過李文啊咁樣。咁另外魚丸其實亦都雖然喺聯賽贏波次數最少嘅佢哋，咁但係。畢竟都叫入過精英杯決賽啊！系不过咧就特别有一样嘢同阿 Matthew 倾下啦。其实我哋喺印象中早两个礼拜做节目嘅时候咧，曾经我哋讨论过，喂，究竟下边嗰四队有冇人可以追到李文，或者叫做可以有一队球队近啲前四嘅，即系嗰个后面嗰几场波嘅激烈。但系估唔到咧，就系我哋打完呢两个循环，而家睇翻个联赛嘅总结咧，即系第二循环嘅总结，你见到李文咧排第四咧系有21分，但系后边嗰四队咧。包括南區進鋒、流浪魚丸係12、12、11、19，即係話咧第五同第四個距離去到9分嘅距離，其實咧就係有少少意料之外嘅，因為之前我哋仲喺度計緊啊，會唔會有隊波真係追到李文咧？點知後面嗰幾隊咧，零白藍咁喺好依個零星期咧叫開快車嘅環境下咧，輸下一場，基本上咧。大家如果睇翻個戰果咧，後面嗰四隊差唔多喺臨尾嗰兩三場波全部輸曬嘅，即係你淨係見到佢哋咧。喺嗰、那個輸波嗰個記錄係咁加上去，呢啲分咧係完全冇喐過嘅，即係原本個分數一路都 keep 住係停咗喺度，即係話咧佢哋喺臨尾嗰兩週咧基本上係冇攞過分嘅。個兵員調度問題啦，始終你開快車，你啲弱隊個兵員係蝕底啲啦。係，同埋遠有最大問題就係由開個隊而家都係噶啦，係踢半場好波嘅啫，半場好波，經常英贏就變和，英和就變輸，這個好大問題咯。佢其實有好幾場波，印象中好似有兩場都係先贏後輸嘅，即係俾人哋反級嘅。咁呢個情況都幾明顯，同埋會唔會即係去到季尾呢啲學你話齋嗰個兵員調動比較緊張嘅球隊咧，可能佢哋嗰個疲態都出嚟得比較緊，比其他球隊明顯啊。即係你見到可能包括咗進鋒都係一樣嘅。其實佢喺季中有幾場波，譬如連贏三場，我記得打得幾好。咁但係去到後尾咧，開始又開始俾人好似季初咁開始大炒翻。咁其實嚟到互級咗，我覺得最尾咧。成個兩個循環嚟講，我覺得其實呢個排名咧相當之合理咯，我覺得合理啊。咁即係你頭先我諗，即係你話講冰原嗰度咧，咁進鋒咧，其實進鋒冰原就人腳好多嘅，佢好多人，好多人多用嘅球員咧，或者獲教練委以重任嘅球員咧，就並不是太多啫。相反南區咧，其實都唔止講過一次噶啦，佢哋嘅後備席係長期得一半。有半張凳都係空嘅，咁亦都南區有個數字啦，即係頭先講話下游嗰幾隊有啲咩亮點都數漏咗南區啦。南區其實各項賽事即係計埋精英杯咧，入32球，失42球，係8支球隊之中咧
佢哋牽涉南區嘅比賽係最多波入嘅，即係你話即係睇本地波，咁固然希望有娛樂性豐富啦，多啲波入啦。咁其實睇南區比賽咧係最多入球嘅，即係你冇話入波定係失波。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話論娛樂性啊，各方面啊，尤其是即係中下游球隊，我諗都各有不足噶啦。咁亦都好多新聞，特別係圍繞住魚丸啦。咁另外流內亦都好多即係名将啦，一时间即系今年有好多名将翻翻嚟啦吓，咁样咁呢个进锋嘅风格啊，咁南区嘅区队亦都系惯常嘅做法咁样咯。你问我咧就特别讲下流浪啦，流浪我熟啲啦。其实佢哋咧今年其实俾大家有一种黑马嘅感觉嘅。我之前喺两三个星期都同大家讲，佢嘅俾我嘅印象咧，好似几年之前嘅南区咁样，即系咧一队好硬净嘅球队，你要入我波咧唔系咁容易。即系当然佢未必场场波都能够攞到分，但系你要，尤其是我记得佢有一两场波，譬如曾经都和过东方啦，逼和个杰志啦。咁其实对住啲强队靓过李文啦，即系其实佢对住强队咧系有一定嘅戰力嘅。咁啊，特唯獨是佢成日都輸俾飛馬啦，唔知點解啊，我哋都唔明啊。咁啊，但係咧，去到季尾咧，亦都好明顯見到班球員整體嘅狀態係好明顯係 drop 咗落嚟嘅，即係尤其是阿加斯圖啦，同埋阿早年奴咧輪流受傷之後，咁基拿馬一段時間亦都傷出咧，其實呢幾個主力對佢哋球隊有一個好大影響。咁當然咧，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就當然就係奧利斯啦。咁其實今年一個非常之令到大家好亮眼嘅一個龍門咧，就唔可以唔提呢個球員。咁有佢喺度嘅時候咧，對於鎮守流浪個後防咧好重要。咁但係咧，有好多球迷成日個疑問喎，點解佢出下又唔出，出下又唔出，成日都係問嗱呢樣問題啦。好老實手，我去睇波之前咧，我会都会问下 Philip 今日出边个龙门先嘅，我先决定去唔去睇呢场波嘅，因为佢哋有少少轮换啊。你赛前你估唔到佢出边个噶？系啊，四个门将添嘅，其实你话如果计埋即系今季未踢过嘅苏志伟啦，流浪有四个门将，咁都特登查嗰啲因为近排明星选举开始咗啦，那个投票开始咗啦，咁其实睇翻数字咧，奥利斯、卢少奇同埋李亚俊咧系上阵次赛好平均嘅，即系七至八场咁样轮住嚟噶，即系你环顾晒港超有边支球队系咁样去轮换个门将？嗱，当然呢啲咧一定系涉及一啲内部嘅情况噶啦，即系譬如你知，尤其是流浪喺薪酬上嘅调校啦，或者轮换系一个好特别嘅位置，你唔会乱咁换。即係譬如你嗱，我大家回顧翻，譬如好似一個例子，好似傑志咁啦，佢哋保羅啦，咁啊有阿棒啦，亦都阿喬啦，咁保羅未嚟之前咧，其實傑志基本上係兩個龍門嘅啫，咁好似東方龍獅咁樣兩個阿輝啦，即係德古同埋阿耀紅輝啦，咁但係你唔會見到阿輝打得好好，另一個輝會喂俾你出一陣啦，係咪？或者阿喬打得好嘅時候，下場俾阿棒踢下，啊或者再出下廖富源啦，咁樣係嘛？係啦，即係好少會發生呢啲，除非嗰個一號籠咧係傷咗嘅啫。咁譬如就算圓圓一樣啦，阿喬叔咁樣打得好好嘅時候，佢唔會無啦換阿粟米出嚟噶嘛？即係其實呢個唔會係一個經常攞嚟輪換嘅位置。咁我相信咧，呢一個係今年流浪嘅特色咯。合家欢啦，三个字啦，即系总之佢哋觉得，唉咁啊，又唔系话好求啲咩成绩嘅，咁啊大家即系最紧要有啲出场机会啦，咁样或者即系尤其是即你知计法嗰度啦，即系出场费啊，诸如此类薪酬嗰方面啦，呢啲就真系可能佢哋自己内部先知。喂，咁但系新闻角度，其实我哋都希望即系我哋自己嘅自家联赛嘅品牌咧，其实就有啲聲音啊，一啲話題啦、啊，咁其實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咗噶啦。嗱，院嗰度咧就固然嗰啲新聞係啦，新聞球隊係啦，根本今年係一個負面新聞嘅主角啦。咁好多大鑊嘢都係關院。係啊，咁但係撇除嗰啲啦，我諗即係嗰啲我哋之前嘅集數都講過唔少啦。咁但係其實都有啲譬如查理史國喺季初加盟咧，掀起高潮，因為基於佢係前曼聯嘅青訓產品，踢過幾多年啊？一年係嘛？好似冇啊。一年都冇，咁但系无论如何，即系总之你话俾人知，曾经系曼联嘅青训嘅系啦嘅青年军啦，系咁啊，所以咧，我记得有一场波咧，杰志当时咧就我记得有一场系对于远嘅，咁啊，阿谢家强咧就加盟咗之后咧就第一场落场，咁大家都期待咧就系、是、哇，曼城青训对曼联青训，即系咧就阿查理斯哥就对住阿桑咁样，系啊，咁啊嗱，于远你熟啲啊，你自己又觉得嗱，即系两个循环。其实愉丸打得几亮丽嘅，但系到临尾个成绩令到大家去有啲失望，去到九分排榜尾，都大家有少少始料不及啦。
剛才講過啦，我即係成日睇半場好波，不如對李文咁，上面睇到曉飛嘅，下半場飛可以冇影嘅，即係變咗第二隊波嘅，即係有時都諗嘅都唔明，都可以爭咁遠咯。係咪個氛圍問題咧？即係球會內部嘅。但係如果氛圍問題，上半場如果咁上半場都影響㗎啦。上半場都已經好差咁樣。去到李文嗰上半場可以贏三四球嘅，即係如果佢擺得好，但下半場可以突然間咧冇曬攻勢嘅。我諗其實愉園又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人，就要講下羅伯奧道啦，即係羅伯仔啦。咁其實佢嘅好壞都生殺咗成隊愉園嘅成績啦。譬如大家喺季初嘅時候都冇遇過呢個黑炮咁鬼勁嘅，咁大家好似有少少忽略咗佢，咁俾啲平呢平林咁搶啲分數。但係隊友其實好難夾嘅喎。係啦，但你唔知佢想點嘅喎。冇錯啦，實呢啲球員特別想講就係佢咧就唔係一啲同人哋打配合嘅人嚟。基本上你見到愉園咧，今年都係嘅，有佢喺度同佢唔喺度咧，係兩個唔同嘅打法。佢唔喺度嘅時候咧，佢會依賴多啲查理斯哥，亦都甚至乎仲有阿米基爾咧，就做一個叫做發動個攻勢嘅全員，打啲整體啲嘅打法嘅，配合潘佩軒啊咁左右上啊細傑啊咁等等。但係當有羅伯仔喺度嘅時候咧，基本上愉園就唔使諗嘢嘅，一有波就摳上去俾佢。我個感覺咧，好似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幾年前嘅艾華喺南華嘅時候咁樣，即係咧基本上都唔係佢冇艾華嘅速度，係佢冇個速度，但係佢有嗰種爆發力，即係話咧，當年嘅南華都係咁嘅，佢攞住個波都係嘅，成班咧阿霆鋒我同佢傾過偈啦。當年咧，佢同艾華打同一邊嘅，佢同我講話喺教練嘅指示咧，就係咧你唔使同我哋講啲咩戰術嘅，總之有波就摳上去俾艾華自己搞掂。咁其實會唔會愉園都係呢個打法咧？就當然啦，喺個球隊嘅表現上就睇到，如果嗰場比賽羅伯仔係交到功課嘅，做到一啲好致命嘅一啲嘅入哨，甚至乎射門嘅話，咁佢咪攞到著數咯。但係點解會喺半場會俾人睇死？一來可能係會唔會係佢嘅體力有啲流放問題咧？第二就係啲球隊開始都熟悉咗你啲打法，去到季尾嘅時候，即係可能都睇死你條路，知道你係點樣做嘅時間。出到嚟嘅時候咧，你見到下半季嗰五六場波，就算羅伯仔有正選都好咧，佢已經冇喺季初或者季中嘅時候咁 sharp 咯。我自己覺得，即係你問我咧，我覺得就呢個現象又唔係一個健康嘅情況嚟嘅。即係你冇理由因為我哋有講過呢個話題。係啊，我始終冇一個球員係應該凌駕於喺球隊之上咯。即係我明白球員總有啲個人能力比較突出啲嘅，但係你譬如你上一場波冇咗羅伯奧道喺度，譬如左右兩翼是用簡加亨加袁世傑，你會覺得啊，即係中後場嘅隊友冇覺得，兩邊翼鋒可以即係兩翼齊飛咁樣，即係冇話特別側重邊一邊嘅邊路去發動進攻。但係如果下一場羅伯奧道出到嚟，然後你中後場嘅球員下下都揾佢左翼俾羅伯奧道，成條右邊袁世傑嗰邊做咩進攻咧？冇波掂，參與度低，攻守又變咗嗰個單調咯，係啦，又唔平衡，俾人洞悉到。咁咪即係後患無窮咯、啊。咁所以其實去到季尾，再加埋佢哋自己嘅內部亦都相當之多嘅問題啦。即係你哋上去愉園嘅 page 嚟，自然就睇到好多，揾到好多答案嘅啦。即係唔使去逐個講啦。咁下半格呢四隊我哋講到呢度啦。咁頭嗰四隊我又講下啦。即係譬如李文咁啊，李文都令我哋都幾失望啊。唔知點解又係下半季突然間俾林柏林斯由一個大家覺得爭標譽佢嘅一隊球隊，而家變咗同榜首咧係落後緊係13分嘅距離，都始料不及啊嘛！係李文，即係亮點又唔係冇嘅，爭咩咧？咁佢剩翻嗰幾場，真係唔知啊！爭下射手咯，基華尼頓嗰啲，不過就都爭下前三嘅，可能亞洲賽啦，係啦，啱啊啱啊！咁啊，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全部亮點嘅，咁譬如大家都知會長啊李文恩咧都好支持落區啦，而家又係啊落區啦，直播賽事啦嚇各方面啦，咁另外就同愉園嗰件事啦，即係佢哋嘅呢個青英杯嗰單嘢啦，即係嗰個係啦，球會聲明啦，係啊，咁啊令到大家都覺得啊，李文係即係好循規蹈矩，好安守本分，係跟足程序辦事，係啦，即係想塑造呢個咁嘅形象啦。咁另外就即係成績固然係有啲高開低走嘅，咁亦都同大家期望就有少少落差啦。咁但係畢竟都仲有嚟緊會睇呢個亞協杯嘅賽事啦，咁所以即管睇埋嗰個賽事，佢哋又踢成點啦？佢哋咧其中一個都幾大鑊嘅一個問題咧，影響成績就係傷兵啦，即係傷下一件傷下一件，即係大家見到自從利迪利走咗之後咧，咁佢簽翻嚟嘅講緊係洛迪古斯啊，咁同埋學生組啦，係即係其實大家唔知點解會覺得呢兩個好似啲傷患馬咁樣嘅，即係咧踢都冇。
唔好讲话咩贡献先啊，即系咧你但球队唔好伤，正正常常踢到季尾都已经执赢咁样。即系阿洛迪古斯同埋呢一个何西安组咧，都系啲伤患比较多嘅球员啦。咁其实真正可以喺利文度帮佢踢得到有成绩嘅比赛都唔多。咁啊，仲有金成龙啦。咁其实都亦都佢加盟之后亦都踢唔翻上一季喺大埔嘅时候嗰种嘅即系单骑突入啊，一个人改变战局啊，射啲好靓嘅波嗰啲一两场啦。即系我印象中。要繼續直跟呢個將軍澳區啦，咁嗰度即係睇下李文都係好重要講嗰個形象問題。我聽阿 Matthew 講，即係區佢熟啲啦。好似喂，聽講李文係落區係西貢定將軍澳啊？究竟係唔係佢係西貢區議會授權，但係據聞咧佢出年會冠名做將軍澳李文嘅，咁就變咗名正言順同將軍澳主場咯。咁就但係佢同西貢嘅區議會合作嘅，因為將軍澳屬於西貢區議會噶嘛。係 OK， 咁即係下季有機會叫做。将军路李文咁样啫，系咪天水围飞马，跟住将军路李文咁样啊，都几有打比 feel 喎。即系就是、期望可以喺呢啲冠名嘅元素之间，就即系令到嗰区嘅球迷有多少少情怀啊嘛，对住李文。系咁，我哋又顺便讲埋飞马啦。咁啊，天水围飞马今年咧系成绩就令我都系仍然都系失望嘅。咁但系咧，佢落区落得好成功。今季咧，我覺得落區最成功嘅一隊一定係飛馬，佢試入場數啦，破曬近年元朗啲記錄啦，係咪？係，係啊，最少人睇嗰場傑志都有千二人喎、啊，係，冇錯啦。咁啊，即係以往咧，元朗係好難過千噶嘛，係啊，即係都係一千樓上樓下啊嘛，佢一係最少場都有千二喎。我覺得其實嗰個入場數同個球隊都係叫雙贏啦，即係飛馬以前自己亦都冇咁多球迷。嘅保證嘅，咁元朗自己就算喺元朗嘅主場，亦都好似 Matthew 講冇咁多人入場。咁而家咧就將兩隊 combine 埋一齊之後咧，咁、那個效果相當好、啊。咁啊，即係話咧，原來大家都仍然好接受飛馬係屬於喺元朗咁樣咯。因為香港飛馬嘅定位你唔知係咩啊？你代表唔到啲乜嘢，同埋你大球場平時夜波。真係揾鬼去睇咩？係佢當時就 give me five hundred 啦，俾人笑好耐啦。咁羅生仲堅持用大合唱做主場，咁啊領個嘢啦。咁啊，其實而家落翻區叫，我覺得叫貼翻地啲啊，即係叫做攞翻自己啲球迷基礎個 base 啦。咁嗰幾年就外判咗俾太陽國際，咁啊用旺角場做主場，即係拉斯石喺度嗰陣時候，咁又另外一種味道。咁而家大家都仲係好懷念天水圍飛馬啦。咁啊，但係當然啦，講完入場數都講下成績啦，係咪先？係啊，咁啊，其實你話即係落區成功之餘，即係。你話成功打造翻呢個天水圍飛馬咧，其實季前啦嚇，季前咧仲有一件事咧，都係令到大家好 fresh、好期待嘅，就係講緊超級外援。係，我以為你講阿加洛 Sir 添。哦，加洛 Sir 當然啦，加洛 Sir 當然即係喺元朗區嗰、那個形象同埋受歡迎嘅程度啦、嗯，但係即係更加季前，你知道超級外援嘅個朵係咪啊？個朵。成立咗之後，好多好多 FF 啊，俾多球迷。係啦，即係當時我記得佢未公布之前，大家喺度估啊，估嘅時候仲好睇過真係公布咗之後。我唔知 Matthew 記唔記得啦，即係除講嗰啲提過，即係我都曾經有一兩刻係信以為真係會揾到嗰啲球員翻嚟嘅，就係、是、譬如有啲咩咧，祖奧係啦，羅賓奴係啦，即係全部都係啲國腳級嘅巴西過氣國腳。前锋系就系卢，不过系古安卢。当然啦，古安卢即系几位巴西球员，我觉得个发挥恰如其分啦。咁啊，古安卢同埋达斯华，我觉得就比较突出啲嘅。咁啊，呢啲即系阵间再讲啦，讲明星选举嗰阵时。咁但系你话论成绩，有少少即系第一场就叫做即系慢慢调整咗落嚟啦，飞马。咁所以其实。近期其實佢哋冇記錯六場，近六場就贏咗五場嘅，咁所以就帶住呢個階梯進入去最後階段啦。係啊，即係其實曾經大家都有啲懷疑過話，飛馬會唔會連爭標組都入唔到嘅？咁後尾季尾呢幾場波的確係打得幾好嘅。咁有時咧，我覺得飛馬係一隊根本上就係一隊新球隊嚟嘅，今年、即係由季初開始到而家佢。攞咗元朗幾個後生仔，跟住加咗幾個超級外援，再加埋原本飛馬嘅一兩個球員嘅啫，基本上就係同一隊新球隊冇分別，只不過用翻天水圍飛馬個朵，啲人咧就冇基本班底嘅，可以咁講。咁但係咧就打落嚟咧，其實季尾啊見到阿加洛 Sir 開始 pick up 到隊波，即係其實基本上喺度建立緊一隊球隊，咁喺到季尾先開始見到初型，咁但係個球季都差唔多完啦。咁所以咧，你話要爭冠軍就今年就當然就啲距離啦。而家仲同傑志落下九分，咁我相信做爛老虎啦，或者好似你球會所定嘅目標，希望可以留到前三名，打到呢個亞洲賽啦。飛馬有冇啲咩補充？
冇乜特別補充嘅。Okay, 好，咁我哋又講下東方龍獅啦。咁啊，即係東方傑志，不如我哋一齊講啦。咁其實嗱，東傑雙雄咧就應該都係大家預期之中嘅前列爭標啦。咁去到季尾亦都冇大家令到大家意外啦。即係喺個季尾嘅時候，都係呢兩隊波叫做由頭帶到尾啦。咁傑志咧就突然之間喺季中咧多咗單恩奴域之後咧，好似就成隊波升咗另一隊層次咁樣。咁我哋先講東方先。嗱，東方亦都受到傷兵嘅影響喎。係啊，咁啊，但係東方就叫，畢竟佢哋攞咗今季第一個冠軍啦，嚇就係先杯冠軍啦。咁啊，已經有錦標落袋先啦。咁另外就暫時嘅射手都係佢哋啦，嚇新組啦。咁同埋即係費蘭道喺季。其實都唔知講季初、季中定季尾好啊！即係總之咧，其實季初嚟嘅，不過一路都踢唔到，傷咗。係啊，咁但係總之咧，二月咁上下復出咧，亦都令到大家好欣慰咧。咁佢嘅復出令到幫到東方之餘咧，亦都係令到我哋香港代表隊啦。咁啊，亦都多個選擇啦，係啦，係啦，多個選擇啦。咁所以其實東方就雖然呢一刻就暫時落後三分，咁但係其實一場波嘅啫。有冇追啊？咁啊，當然有得追啦。贏兩球啊！佢要贏兩球，因為對賽關係。嗱，對賽成績就傑志同東方就係一勝一和嘅。咁如果以計對賽成績，其實咧，如果同分嘅話，傑志著數啲嘅。咁當然得失球率咧，就而家就東方會多一球啦。咁但係我記得佢應該係計咗對賽成績先嘅。咁即係話咧，如果贏一球。就要計得失球咯，贏兩球就唔使啦。係啦，即係話講緊第三彎嘅時候，兩隊再互片嗰場，我哋叫做天王山之戰啦。5月23號喺大球場踢嗰場，好大機會就係一場冠軍嘅爭奪戰。咁但係當然啦，都要睇下東方自己爭唔爭氣嘅。即係喺之前，佢哋過唔過到李文同埋飛馬呢兩隊球隊嘅一關先啦。嗱，東方你熟啲啦，你覺得今年打到第二，你哋收唔收貨啊？其實都收貨嘅，其實輸話對傑志嗰場啫嘛。上半場打得好入唔到波，下半場即係失咗波之後就追唔翻啦。咁東方我自己覺得都仍然都係受到傷患困擾啦。其實今年佢哋幾大嘅射手咧，都係輪住艾華頓啦、盧卡斯啦。咁其實你睇下今年嘅盧卡斯咧，打唔翻舊年喺東方嘅時候嗰個咁高效嘅入球率，唔好講喺之前喺傑志啦。今年佢入咗兩球啫，我記得佢。咁其實以射手嚟講，佢真係唔係好合格。但係問題就係佢哋亦都受到好嚴重嘅傷患啦。其實今年嘅盧卡斯咧，出場機會好少。咁喺費蘭道未出嚟，艾華頓未受傷前咧，基本上成隊波就係靠艾華頓一個人嘅啫。咁啊，成個進攻全員就靠曬佢一個，咁佢亦都係生殺咗東方嗰個進攻上面嗰個嘅表現啦。佢打得好咪贏咯，打得唔好咪輸咯。係啊，即係講話你話盧卡斯咧，其實係啊，今年咧就講緊應該係2021年開始計咧，其實佢入得兩球嘅啫，全季暫時係入得7球啦。咁但係即係艾華頓嗰度傷咗咧，令到其實邊路或者即係中前場咧爭個爆破能力強嘅球員，又可以自己去衝鋒陷陣。埋門啊！咁艾華頓嗰個受傷情況就睇下幾時可以復出啦。咁另外就即係整體，我諗另一個亮點就係好多喺比賽尾段絕殺對手或者搶翻一分。對於東方嚟講，咁呢啲都係士氣波啦。係最俾人救命就對傑志嗰場波，上半場擺曬啲武器出嚟，到逆境波死啦，冇得變啦，冇得變啦，係啦。即係你冇理由將啲武器出曬噶嘛？冇留有一手。係啦，你一定係留 plan B 啦，留翻一着，即係有乜事要變陣噶嘛？呢個就係太多武器，你反而唔識用咯。好，咁啊嗱，東方就咁樣要留翻少時間講下傑志啦。咁其實咧，去到季尾嘅話咧，如果大家喺臨尾呢幾場波你有睇傑志嘅話，可以話俾你聽。佢嗰個速率同埋嗰個進攻嘅範數同埋嗰個士氣信心整體加加埋埋咧，暫時我見唔到其餘嗰幾隊能夠有傑志喺季尾嘅氣勢。如果你見到你淨係睇丹恩奴維嘅入球，你以為係丹恩奴維 FC 嘅話咧，真係少年太年輕啦。即係咧，你睇唔到其他傑志嘅球員做啲咩功夫。即係咧，陣間會講啦，嗰、那個我哋覺得係。呢、这個足球呢、这個年青年球員嘅大熱嘅阿何振廷啦，即係當然佢俾咗好多活力俾佢球隊咧。睇下阿黃楊大哥，我都好似有四五場波冇見過佢出場啊。好在上個禮拜好似有後備嘅，咁啊，但係即係一定係退居咗後備。已經唔係一個常規嘅主力嘅個球員啦。咁啊，傑志其實好事嚟嘅喎，其實對於傑志嚟講，換血啦，你要積極即係換血啦。咁循序漸進啦，因為好多球迷都覺得喂丹尼仲喺度，咁但係丹尼就一定會成日同你講喂。年紀大唔係問題，但係即係仲係有心有力咁樣，咁但係即係位置上呢個別位置上，慢慢一步一步去接軌啦。咁但係
始终杰志仍然都是在管理上面趋向最专业化的香港球会啦，即系做恰当嘅事情啦。杰志咧，其实过去呢几年咧，大家都知道啦，系一个换血期啦。咁其实我觉得今年呢个接轨接得相当之靓啊！即系旧年你攞联赛冠军，可能大家会觉得哇争啲啲运，临尾都系靠人哋输俾你，或者吓旧年仲记得仲有富力嘅时候系咪？咁但系今年咧，如果佢有季中咁嘅气势打到尾咧，其实我自己觉得东方能唔能够喺最尾嗰场波追到佢，我自己觉得有啲疑问。甚至乎咧喺未踢嗰场波之前，究竟东方过唔过到飞马同李文咧？咁我觉得我会对杰志投以信心一票会多过东方少少。嗱，戴翻球盔先啦，我哋在座三个都唔系杰志球迷，大家见到你系咁追佢哋咧，我哋唔系因为好中意杰志啊，先讲明先吓。我唔係咁，始終排喺榜首咧，一定係有佢嘅過人之處嘅，同埋即係失球最少啦。係啊，咁嗰兩位超級外援啦，即係大名鼎真正嘅超級外援啊，呢兩位係啊，係啦。丹一盧域，我都必須承認，其實季初我都冇諗過，一來適應咁快，二來入波好似當食生菜咁、三來即係而家呢個年紀，我都擔心佢速率啊，或者流放啊，或者即係喺中前場，如果你要去做啲好過分劇烈的逼搶諸如此類，在頻密的賽程應不應付得到呢、但是有時踢法聰明就是聰明，有經驗有級數就是有經驗有級數，你看到其實可能很多時候都是擺一腳擺個波入網負責，最後、關鍵一傳或者一射這樣已經很足夠。另外巴爾拿當然還有很當打，但是、我本身對他都是很有寄望的，中場也都是、恰如其分、很多搏腳啊攻守啊嘅效率啊，亦都即系帮到杰志有提升啦、啊。同埋即系有时同呢啲级数咁高嘅球员操练咧，对于年青球员嘅成长亦都有莫大嘅帮助。几个外援带住一班即系逐渐成熟嘅新秀咯、啊，即系好似头先话斋，今年系做咗个接班啊。即系过去两年，大家觉得哇老化呢队波仲可以挨几耐咧，系咪？同埋个稳定性比较好咯、啊。譬如东方就相对个稳定性唔系咁高啦，所以好似啱嗰场对愉园咧。其实真系有权失分嘅，佢打得唔好嘅，即系如果佢球运差啲咧，都失咗分噶啦。同意，所以其实你见到点解我会觉得佢持有啲冠军上个感觉，就系佢哋应赢嗰啲波，佢哋赢咗，应该要攞分嘅，佢哋赢得系好有说服力。尤其是即系你见到丹恩奴域咧，佢入波咧，你见到佢入嗰啲入球，全部都系好轻松咁样入，冇完全冇拖泥带水，呢、這个完完全全就系一个好有级数球员先做得到嘅嘢。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好留心睇咧，咁我就好多时咧喺球场睇波嘅时候，就唔系就睇人入波嗰刻嘅。咁譬如好简单，有好多时咧，譬如你见到对上一场波好深刻印象，当时咧就对南区啦咁杰志，咁佢哋咧譬如龙门接咗波，就系、是、阿保罗接咗个波嘅时候，当时咧第一时间走去走位去接应或者 follow 引开啲后卫，嗰、那个就系丹恩奴域。但系当时你唔好忘记佢系做紧一个防守嘅部署，即系佢系翻翻嚟部防守去顶波。龙门接咗波之后，佢系好有意识走去做一个 follow， 即系其实咧一个球员咧喺入波之前咧，其实做咗好多功夫。打完呢一个第二循环之后冇几耐咧。呢、这个第三循环喺嚟紧十五号就会开始，咁但系咧足球明星选举已经开始咗咯，咁所以咧我哋就急不及待去讲下啦。点解咧？因为咧过往嘅足球明星选举好多时咧就系喺港超嘅所有比赛打晒，就算未完咧都可能剩翻个足总杯决赛未踢。但系今年就有啲唔同啦，今年咧廿零号，我记得印象中系去到二十一号咧呢一个足球明星选举就结束啦。咁但系结束嘅时候咧呢一个联赛仲未踢完。咁即係话呢，如果大家要投票就快快手。咁我哋都趁住呢呢个星期呢回顾之余，我哋都讲下足球明星选举大家嘅心水啦。咁就嗱，大家睇个标题啦，6月12号开始全民投票，6月19号就会用网上嘅形式揭晓。有网上面呢好多球迷呢透过呢两日去做投票嘅时候都会讲啦，喂，点解唔系边个啊，点解唔系嗰个啊，点解冇佢啊，点解有你啊。咁嗱，同大家讲呢样嘢咧唔关足总事嘅，每一队球队佢会提名边十一个球员同埋年轻球员教练咧，呢个系由球会拣出嚟嘅。咁
球会揀咗嗰个，我哋就尊重返球会嘅选择啦，会唔会佢想推广某个球员，或者觉得呢个球员个代表性更加大，呢个只有球会先至知。咁同埋呢，选举都系一个游戏嘅规则嚟嘅啫，咁即係实会有人觉得，即係就算最尾选出嚟，都唔系我心水嘅。你永远最低11人啊，都实会有人反对㗎啦。係啦，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就当好似当系咪好似点样讲呢，好似你你自己。味重啲啦，同埋就好似讲即係大家好似玩下心水咯，啊呢、這个都系我心水之选，咁就算噶啦吓。OK， 咁我又顺便又讲下啦。八个龙门咧，即系而家以琴日开始嚟讲，已经嗱，依家睇图上面咧就截到琴晚十点几啊，未 update 嘅，咁就已经千几人投票喺守门员方面。哇，大家都几明显见到嗰个走势咧，奥利斯好似已经弹咗出嚟，六百几票咯。好啦，咁啊，先问下大家先，你哋觉得守门员你嘅心水之选系边个咁样啊？嗱，问下 Phil 啊。嗱，利申我就投守门员嚟嘅，你守笼嘅话，我就投咗噶啦，我就投奥利斯，因为咧，终于咧唔系净系得叶鸿辉拣啦，系唔系阿辉同埋唔系阿棒啦，好似年年嗰几年都系呢几个，终于有个奥利斯嘅新选择咯。系咁啊，今年嘅表现就唔需要大家逐样讲啦。咁啊，奥利斯都嗰个表现都相当突出，神救好多次。攞呢个最佳球员 Man of the Match 都好多次，最佳破救都好几个选择。奥利斯系咪你心水之选啊？唔系，因为其实呢我知奥利斯一定系大热门噶啦，同埋佢夺得呢个最佳守门员嘅呼声都几高。不过呢，因为评审我自己有个标准呢，就系、是、我都有份投票噶、哦，有份投票当然啦，但系我都好睇重佢个上阵次数啦。因为正如头先我讲啦，咁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即系流浪嗰三个门将，即系四个门将之中有三个就轮流叫做平均分匀嗰个出场次数啦。咁我觉得奥利斯其实佢我认同表现当然系好啦，不过。得八次上陣咧，我覺得即係基數唔足以，因為我都睇即係衡量翻呢方面啦。咁、所以我其實就冇揀到佢，我自己其實就揀嚟揀去咧，我都覺得係好行噶啦。咁但係我又揀咗葉鴻輝嘅。係點解咧？阿輝攞咗好多次嘅。我知道啊，但係冇辦法，因為其他冇咗邊個球員，冇咗邊個門將係令你無論你話從失球數字或者即係從整體嘅。表现俾到你嘅说服力咧，我都系拣叶鸿辉或者王振鹏二择其一咯。就但我就因为基于上阵次数唔够多为理由咧，我就冇拣到奥利斯。咁但系当然唔系样样嘢都系衡量嗰个球员嘅上阵次数多寡嘅。咁、只不过我综合各方面咧，我觉得叶鸿辉其实叶鸿辉咧严格嚟讲，精英杯佢唔系主力门将嚟噶嘛。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有少少呢门将呢个位置咧，我觉得系有啲容中取教，唔系话平庸佢哋，唔系话全部都要平庸，而系好难，即系冇得边个好有说服，好标青。如果有即系好似前锋咁样单一劳力新咗嗰啲，你差唔多个十个有九个都拣噶啦。但系门将系即系如果你系看重整体上场次数够多嘅话，拣咗叶鸿辉咯。但系如果你话论可能论个别表现嘅话，奥利斯。都冇一边我会反对嘅。啊嗱，即系好得意，我觉得咁即系尤其是守门员开始我哋已经有三个唔同嘅选择啦。即系咧，系啊，嗱，我又唔系拣阿辉，又唔系拣奥利斯，就系我又拣零九嘅。点解咧？即系咧零九，我都啱想问噶，想问下房中伟点睇零九咁计表现。嗱，都 OK 啊，不如俾阿辉。系嗱，咧零九咧就佢唔系新球员啦，已经喺无论甲组又好，港超打咗好多年。即系其实过去咧，呢个球员咧冇乜声味嘅。即系佢唔会系啲喺个球场或者喺场比赛里边咧做咗主角啊，突然间有啲好严重嘅失误啊，或者有啲好多神救令到大家好记得佢嘅球员嚟嘅。但系咧，零九系今季喺飞马其中一个，我觉得表现最好嘅一个球员其中一个。即系唔好计嗰啲阿达斯华嗰啲咁好波嗰啲球员先啦。咁但系以个稳定性同埋嗰个表现嘅亮眼咧，其实今年零九系令我几欣赏嘅。咁所以咧当然啦，奥利斯同阿辉稳定嘅，奥利斯亦都好多神救。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今年如果俾我拣咧，就而家睇个走势咧，佢赢嘅机会问嘅，我自己觉得即系你俾我拣，我就拣佢嘅，即系梁兴杰嘅。咁但系。最未赢嘅应该都系奥利斯，我自己觉得系咁啦。好，咁跟住就讲下后卫啦。咁其实咧，
呢個足球選明星選舉呢樣問題咧，已經都出現咗好多年嘅。就究竟就算係邊個球員擺喺邊個位，都好多嘅評論嘅。即係點解一定最佳十一人一定係4-4-2咁樣揀咧？係咪咁？所以咧，其實譬如話，如果有個有個球迷覺得喂左閘我都有三個選擇，咁到最尾足總嗰個足球明星選舉會唔會選咗三個左閘作為一個後衞嗰四個選擇之一咧？好似冇見過嘅。咁通常都會係每個位揀一個啦。咁我哋啊嗱，我哋唔好逐個位講啊，即係咧，譬如可能。只是講下你心水之選啦，咩肥你講先啦。嗱，嗰四個位你有邊啲心水選擇？嗱，我就唔記得曬我投邊四個啦。我最記得我有投勞斯安奴嘅，因為今年愉園雖然弱勢，但係佢喺後邊真係清好多波嘅。嗯，同意。係啦，仲有咧，淨係投勞，淨係勞斯安奴嘅。即係或者喺最佳後衞嚟講比較標誌啲啊嘛，勞斯安奴。同埋我有投基納馬咯，因為佢有幾場真係睇得好好咯。係。好啊，咁啊我讲先啦。咁如果讲后卫嚟讲咧，有两三个人咧系，我觉得唔可以唔拣嘅。一个咧就系基纳马，另外一个就系好同意嘅 Matthew 就系劳斯安奴。呢两个球员咧喺佢哋嘅两队波嘅阵中咧，都系一个不可或缺嘅一个重要球员。我觉得呢啲咧就好值得入选去做足球明星嘅。点解咧？即系话嗰个球员系嗰队波嘅灵魂人物，咁佢哋嘅表现生晒咗队波嘅生死，亦都。的確有好多好嘅表現，咁其實尤其是今年嘅基納馬咧，咁其實過去大家有個舊病啦，以前喺東方打得好，去咗國內發展，翻到嚟香港嘅時間打到好似hea hea地啊，有時啲波咧好似永遠都好似，即係個感覺好似佢唔係打得唔好，成日心不在焉啊，好似睇唔起我哋香港嘅。今年鹹魚翻生喎，俾我感覺就係、是。個感覺係今年係打得相當之穩定，同埋好有血性啊！唔知點解個感覺係，即係你問我咧，我覺得佢嘅重要性同個表現。嗰、那個領軍嘅能力比起佢喺東方更加好，即係記得大家當年咧，唔知記唔記得中港大戰，佢係拍住阿發叔噶嘛，犀利，係啦，即係金湯，冇錯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咧，我覺得佢個表現咧比之前更加成熟，即係嗰、那個有時佢拍檔唔同咗啦。即係今年喺流浪嘅話，佢拍檔好多時都係法蘭道，大家都會覺得哇，好似個炸彈咁樣嘅。咁但係當然法蘭道唔係打得唔好，但係講緊嗰個領軍能力同埋嗰個帶動球隊嗰個能力咧。你見到流浪有出發啦，基納馬同冇出，好簡單，好似頭先阿 Matthew 話，喂，如果我去睇流浪嘅時候咧，我就會問下菲利究竟有冇出奧利斯。咁其實如果你睇正選陣容咧，如果嗰場波啊有奧利斯中堅有出基納馬嘅話咧，你會覺得呢場波你輸波嘅機會都會低啲，即係個感覺直頭係咁。信心大家嗰樣嘢就係同嗰隊球隊嗰個防線係有掛鈎啊，即係呢個球員有冇出，咁可以睇得出嗰個重要性啦。咁除咗呢兩個球員之外咧，我就會特別會揀。即系咧，林显廷啊，虽然咧佢今年嗰、那个系新闻人物啦，吓、可能喺场外有好多对于佢嘅负评啦，但系喺愉园里边咧，今年喺华人方面，我觉得佢系成队波变最好嘅一个添，即系佢喺左边好有感染力啦，咁啊有好多场波都打得相当之亮眼啊，甚至乎我记得打到精英杯嗰场决赛。输紧一球两球嘅时候，成队波会散晒，好似死下死下咁样。佢系唯一一个仲嗌住队波嘅一个球员，咁觉得系呢啲系好有球味嘅球员。即系你唔好理佢喺场外边嗰啲嘅情绪啦。林显廷值得支持，当然佢嗰件事系唔啱噶啦。但系大家咧就唔好一面倒，净系批评个球员。系，其实成个问题嘅症结咧就系、是、球证执法水准问题啊嘛。嗯，当然佢控制唔到情绪系佢嘅问题。系，佢都有做错。系，但系好似。淨係追求球員咧，就唔係幾咁公平。咁仲要追究呢、這個搞呢、這個球證水準問題。咁當然啦，我明白啲球迷會喺投票嘅時候會將一啲球員嘅形象呢啲形象分都擺咗落個選票上面嘅。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我純粹因應佢喺球場上嘅表現咧，我覺得林顯廷今年係好值得入選足球十。即系足球明星最佳十一人其中一个嘅，咁当然咧，除咗嗱呢三个之外，最后一个就一定杰志啦，杰志嘅丹尼啦，即系丹尼叔叔咧，一个咁嘅年纪嘅球员打到咁样，去到季尾，你完全唔觉得佢似一个咁嘅年纪嘅球员，即系其实你见到头先，就算基纳马都唔系年纪细嘅，咁但系。个表现嚟讲，丹尼咧喺我甚至乎会觉得佢好多时咧，佢系带住朴俊景同埋艾里奥嘅一个球员添，即系其实喺左边嚟讲咧，唔系佢助攻助手喎，咁嘅年纪仲可以真系犀利嘅。今年咧喺杰志好多场比赛咧，我都见唔到有边几个球员系好有信心可以过到丹尼。咁你幾大鑊啊？即係港超，係咪？即係當然啦，我哋一方面要踩下港超嗰個水準低。
同時間你都讚下丹尼嗰個表現相當之穩定啦。佢防守喎、啊，佢助攻個出率都仲好犀利喎，仍然都仲可以上上籃啦。好老中橫啊！呢啲真係好嗱，咁啊輝輝嗰四個心水講咗啊，房你啊點睇啊？嗱，我就未投嘅，你投未？我未投，我自己講我心水啫嘛，係。因為其實就截止係幾時話？5月21啊嘛，咁啊仲有8日到啦。我想睇多一兩場波先，唔知係咪都啱嘅，係咁啊，即係總之等到最後一刻啦，冇人快投嘅。我自己又 mark 低咗初步咧，我啊8-4啦，即係揀咗八，即係咁多個嘅，揀定我8-4嘅，我未投嘅。咁我自己就幾中意有兩個球員係比較多上陣機會，流浪嘅姚浩明。同埋東方嘅黃子豪，譬如姚浩明啦，其實今季佢只係喺聯賽缺席過一場，即係各項賽事加埋，只係因為聯賽累積黃牌就缺席咗一場波嘅啫，其他賽事佢都有上陣嘅。咁另外黃子豪其實同埋甚至李家耀都係嘅，即係一隊嘅東方嘅二甲球員啦，都係之前頻密嘅賽期之中都係保持好穩定喺邊路助攻助手嘅表現啦。咁另外有兩個選擇咧，就係多功能球员，卢君怡同埋阿罗振廷，咁因为两个你话高度差唔多啦，咁其实位置担当嘅位置都有啲相似嘅，咁啊卢君怡就大家都知道佢喺流浪近期就多咗同阿林家伟串演呢个中场中啦，罗振廷都系嘅，即系摆咗入去中场中嗰个位置咧，有时系拍住阿黎格尔啊吓法比奥啊阿罗耀聪啊嗰啲啦，咁对于呢两个球员嚟讲，我觉得个可塑性咧，亦都会令到我加咗佢哋少少分啦。咁另外就如果我哋话外援球员咧，其实我就拣咗古安奴嘅啫。因为古安奴咧就其实佢个风格就几唔巴西 feel 嘅，即系或者几唔现代化。总之佢好大刀阔斧，即系喺中后场咧，好多时佢都系选择安全至上、解围为先嘅。咁但系就即系贪佢稳扎稳打啦，或者就系有时。后上嘅助攻啦，偶有斩获啦，今季好似有3个入球，咁因为佢同基斯其实都系一对飞马今季嘅中路首将，咁但系我最后拣咗古安奴，即系可能觉得佢纯粹多啲入球啦吓，咁另外就其余杰志我就冇拣到丹尼，因为丹尼季初就即系又系行两个上阵次数啦，咁我其实就拣咗艾利奥嘅。咁艾利奥就早一两年咧，都大家觉得佢速率可能即系转数跌咗落嚟啦。咁但系今年其实就唔敢讲话佢去翻全盛时期最高峰嗰个水平，但系叫做恰可啦。咁但系我都系未八个之中嘅其中一个啫，未必最后会拣嘅。咁仲有另一个就系李文嘅余伟廉啦，佢都有份入选呢个最佳年轻球员。系咪情意结啊？唔系情意结，即系当然啦，我自己都好喜欢阿余伟廉啦。咁但系佢今年其实除咗中坚之外咧，亦都试过摆位右闸位置啦。咁亦都系中后场嗰个灵活性啦，同埋即系华人年轻嘅华人首将。因为头先讲嗰几个华人球员咧，其实最后生98后啦，都系。慢慢一步咁样，越嚟越成熟，咁所以我呢八个之中会拣4个咯。暂时好啊，咁啊，跟住我哋又好快手讲埋中场啦，俾阿房你讲先啦。中场你有啲咩心水啊？中场有一个咧，我应该会摆落去就几侧重啲上阵次数啦。头先都系大家听我咁讲，佐佐木洲，佢今季就未缺席过任何一场赛事，同埋佢喺南区个角色咧。即系初嚟报道嘅时候，喺流浪咧踢攻击中场多，但系今年即系你知南区咁，可能有时佢堕后咗一格，兼顾咗好多防务。佢要就阿肥棒啦，系啊，咁啊兼顾咗好多防务啦，咁亦都即系进攻上面串连，掕个波上前推进上前咧，又系要靠晒佢。所以其实真系要瞻前顾后，踢得好辛苦。咁所以我几喜欢今年嘅佐佐木洲啦。咁另外我觉得就查理史国啦，即系级数就系级数，嗰啲长短波咧，嗰啲分波啦，咁啊即系有一定嘅远射脚头啦，咁嚟到亦都系对于远中长线系有级数嘅提升啦。咁另外譬如几个逆风球员啦，达斯华、费兰道我都觉得系有条件争下。咁我自己呢中场四个位就而家就初步拣咗6个球员。咁另外李文最后入选嗰两个就我揀嗰两个就沙普夫同埋黄俊浩啦，都系啲比较稳扎稳打嘅无名英雄。呢啲就唔系好显眼，但系就其实做咗好多嘢嘅球员啦。我问下阿 Matthew 啦，你点睇啊？中场我哋唔一定要揀晒四个俾球迷嘅，你可以讲下自己心水选择。我第一个投咧就投查理斯国，
因为真系个佢个吸饭面啊，同埋啲嗰啲控制节奏啊，啲长传几好，特别季尾仲射啲靓波添，系咪？系，即系真系几突出嘅。系。另外我投咗个华人，简直话何振廷啦、啊。系。因为都有今年一个几突出嘅新手啊。系。估唔到啊！即系可以今年弹出嚟啦。系。同埋我亦都仲拣咗个黎格尔。系。即系喺飞马今年几突出嘅。绝对系，绝对认同啊！格尔咧就又系一个无名英雄啦。佢今年唔知点解阿加洛瑞好似特别识用佢咁、嗯，即系有个说明书啦。啲人成日话咁啊，格尔今年亦都系令我比较觉得喺飞马嚟讲打得几突出嘅一个球员咯。咁但我冇拣佢嘅。咁啊喺中长线咧，老实讲，你要我拣晒四个，我而家未拣实嘅。咁但系咧有两三个球员我一定会拣嘅。一个就当然大家两个拍档都有讲过查理斯国啦。咁查理咧其实佢今年无论系个话题性啦、人气啦、表现啦，都冇令到大家失望。即系大家可能喺季初嘅时候，哇！喺曼联咩青训啊，又点？通常咧，通常都系水货，都系濑嘢嘅。有时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查理咧，其实佢喺未嚟远之前咧，其实系转咗行嘅。咁基本上好差唔多成一年定两年系冇踢过任何足球赛事，职业更加唔使讲啦。咁所以其实佢 pick up 得相当之快啦。咁我觉得以今年嚟讲，佢喺院嘅表现嚟讲，举足轻重嘅。咁我好中意咧拣一啲叫做重心人物啊。咁呢、這个查理斯国一定系一个必选啦。同埋我觉得，我记得季初其实都有唔少球迷啦，佢话见到有啲报道咧，就话查理斯国可能佢中场嗰个速率唔好够快，推进节奏比较慢，系嘛，唔好现代化，即系觉得慢吞吞咁咧，即系可能投一两场啦，未又觉得你有咩好突出啫。咁但系咧。开始之后咧，用表现说服大家。嗯，好嗱，咁啊，查理斯国系我其中一个心水之选啦。咁另外一个咧，我就可能大家可能会有啲意外，冷门啲，我就会咧拣咗呢一个叫加维兰。点解咧？因为其实咧，大家过往印象中咧，加维兰咧，其实今年唔系出场好多比赛啦。咁但系咧，我好欣赏杰志将加维兰嘅改造啊。因为今年咧，过往佢喺完嘅时候，一定系打最正前嗰、那个，佢一个人去左右大局嗰、那个嚟嘛。但系去到杰志嘅时间咧，可能就个打法咧，慢慢佢要偏咗右边，好似打咗个右翼咁样。咁但系咧，呢、這个转型我觉得相当之成功。因为见到加维兰咧，佢不单止有好多助攻，自己亦都有入球。咁我觉得以一个转型嚟计咧，喺中场嚟讲，呢、這个俾我个感觉几亮眼咯。反而大家可能将个集中力去咗，譬如讲紧巴尔拿嗰啲，咁其实佢呢个球员咧，佢唔会打，即系佢唔系好耐用力啊打啲波。咁、你喺球场上面咧，你唔会特别见到佢有好多，即系啲波去到佢度。咁但系当然佢做好多贡献，我就觉得唔系太亮眼咯。系。咁阿挺咧，何振廷咧，其实我好中意佢嘅。但系问题就系咧，呢个球员今年出场次数比较少。如果俾我拣，我去咗年青球员嗰度为主。咁暂时嚟讲咧，你问我咧喺中场嚟讲，我就拣咗呢两个系特别我中意嘅球员，我一定会拣呢两个。咁其他嘅位置暂时未决定到。上待观察啦。上待观察啦，即系你叫我拣四个，我暂时未拣到添。系。好，咁我哋好快啦，时间关系，我哋又讲埋前锋啦。咁前锋其实咧就球队咧就有两个位置啦。咁问阿 Matthew 啦，喂，前锋系咪好似大家预期之中嗱？个票数就已经反映咗一切噶啦，系唔系都系嗰两个人呢？咁我都系拣两大射手嘅。系。即系都系新祖同埋，夏志明，夏志明，丹恩奴域。你拣咗阿子弹同埋丹恩奴域，咁啊个票数嚟讲都相当之接近嘅。咁啊，而家咧暂时嚟讲就一定就系丹恩，即系哈山伊巴领前啦。我防你点睇啊？前锋三拣二嘅格局啦。我谂我哋即系讨论咗咁耐咧，呢、這个位置系最冇啲悬念啊！一定系三拣二噶啦，新祖、丹恩奴域加夏志明三拣二。咁我自己就觉得。丹恩奴域一定是揀緊的了，咁啊新組就，唉，其實新組都頭先 Matthew 喺即係節目開頭嗰陣時候都講咗佢嘅轉型啦、都對於你佢嚟講都係一個另一個嘅適應啦，挑戰啦，係啊，咁始終你有時候可能見到佢喺比賽入邊可能參與度唔係好高，但係一參與咧就係、是、將個波擺入網窩嘅最後嗰個絕殺嗰個球員啦嚇，咁、但係夏志明其實。踢法真係好勤力㗎，真係就算你话佢脚风唔顺嗰几场赛事呢，喺中前场嗰啲逼抢呢真係好深得南区球迷嘅心啦。咁但係唉，我都好想摆入去，但係真係冇辦法，真係得两个位，咁我就最后都係揀咗新祖同埋丹路嘅。其实呢有个比较冷门啲嘅选择、都想我揀唔到㗎啦一定。咁但係都即係想点评一下佢就係费利普萨。咁你话
论入球数字，咁当然冇得同佢哋其他几个人比啦。咁但系，我可以形容佢系进攻嘅命脉，即系譬如丹恩奴域、新祖同埋夏志明咧，我唔会形容佢哋系命脉，我会形容佢哋系即系代表丹恩奴域咧，我会形容佢系射手。但系咩叫命脉咧？就系、是、进攻中前场除咗入波之外，所策划嘅工作、穿针引线、派牌都系由一个球员去负责。做晒咁多个角色咧，费利普萨其实你睇翻啲进锋，系虽然你话余子林喺中场中有创造有推进，廖伟成喺边路都偶有一啲个人突破，但系头先讲嗰两个球员入波或者助攻都冇费利普萨咁有一个明显嘅作用喺度，咁所以费利普萨呢啲就系进攻嘅命脉，咁但系拣唔到啦，因为始终真系有太多入球。比较多嘅球员，咁所以不过就都系特别都想提及一下佢嘅名字咯。咁我就都大家冇乜悬念啦，即系我谂，如果直头你俾我拣咧，我就唔会三拣二，我就已经拣定两个，一定就系丹恩奴域同埋新祖。咁丹恩奴域嘅表现，即系讲两句啦，即系一个喺二月份先嚟嘅球员，大家要留意住，其实佢系今年嘅二月先嚟香港，即系话咧到而家咧，佢嚟咗香港三个月啫，一个嚟咗香港三个月都唔够。因为其实佢嚟咗香港之后踢咗一两场波佢先正选，第一场喺对南区佢都冇出场嘅，咁即系话咧，其实嚟咗咁短时间，嗰个适应能力相当之强啦。呢个球员咧，根本上已经系有啲人咧就话佢系近十年最佳外援，我觉得都似嘅，即系呢个球员咧嗰个级数就不能而喻啦。咁如果你话喺呢个最佳十一人冇佢入选都几出奇嘅，即系呢个就唔使多讲啦。咁新组特别讲一讲啦，其实点解会拣佢咧？如果你頭先你講話費利普薩喺進鋒係一個命脈嘅話咧，新祖亦都係東方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球員咯。大家睇翻個上陣次數咧，其實新祖咧今年無論佢打正前又好，打翼九又好，打左又好，打右好，都差唔多場場波佢都有份制嘅。即係同埋咧，佢今年咧冇乜傷過咧。其實再加上一個咁本身係一個射手球員咧，佢轉型咗之後仍然都能夠 keep 到呢個咁嘅入球率咧。即係你計翻，如果計埋精英杯嘅話咧，佢嘅入球多過丹尼奧域嘅。幫你補充一下，輝輝，其實佢係冇缺席過任何比賽，21次正選，一次後備咧，你計翻咧14場聯賽加埋6場精英杯嘅分組賽同埋兩場嘅淘汰賽咧，22場，係咯，即係捉曬。我印象中佢都冇乜點缺席過，即係話其實對於堅瑞嚟講，新組反而先至係東方龍獅最重要嗰個人，但系佢打过咁多唔同嘅位，佢仍然可以保持到咁嘅入球率。咁最佳前锋点会唔拣佢？即系我觉得呢两个就系不二之选咯。如果俾我拣嘅话，咁至于单一劳力嗰度咧，正正就系头先我讲话，喂，佢上一次都其实唔好多咋，大家都有眼睇啦，二月先嚟。咁但系即系你点可以唔拣佢咧？所以就系即系有时喺上阵次数同埋即系个贡献，大家去衡量啦。咁但系总之，各勇所好。咁啊，投票呢啲嘢咧，即系只不过系一个玩意啦吓。咁啊，即系我哋又讲埋年青球员啦。年青球员咧，每队拣两个。咁啊，我见到呢两日咧都有好多嘅网上边嘅一啲嘅评语啦，即系包括咗可能讲进锋嘅，点解冇咗个鱼子咧？咁其实呢个都系球会嘅选择啦。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拣年青球员，我就会一定会有佢份嘅。咁但系当然咧，我哋尊重球会嘅决定啦。球会拣咗另外嘅两个球员，有黄伟国同埋。系阿刘君正嘅话，咁我尊重球会嘅决定啦。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今年嘅最佳年青球员，头先提过咧，就一定系阿何振廷啦。廷就即系而家喺个票数里边咧都带出咗。咁啊，除咗阿廷嘅表现好之外咧，咁其余嘅球员咧，你话拣多个咧，我就觉得有啲棘手啦。即系咧，暂时嚟讲，我就冇特别拣咗边一个好突出嘅球员，因为点解咧？除咗阿廷之外咧，其余都相当之接近，我就唔觉得话特别好突出。咁啊，暂时嚟讲，我只会拣咗一个先咯。嗱，睇下拍档有啲咩选择啦。嗱，何振廷就唔使谂噶啦，我即系我棘到青年球员咧，第一个拣咗佢啦。第二个咧，可能系啦，第二个可能冷门啲，我拣咗潘佩谦。因为见到佢。个进步几明显嘅，同埋嗰啲斩波越嚟越系出色嘅。开始有啲问题就系远远冇人接应嘅嘢，好多时即系佢啲出波越嚟越靓，无论系斩角球啊、罚球啊，定系即系落底先出波系越嚟越靓嘅。系咪同埋啲位置都有啲即系佢要适应啦？即系可能逆风到闸位左闸添啊，有时都会踢。佢最常系打右边咯，即系类似个翼位咁嘅形式出现咯，助攻助手。
同意嘅，因为今年嘅潘佩咧，佢上阵嘅时候好多时候都做都交到货，即系譬如可能无论佢攻又好守又好，都有几明显嘅进步啦。呢、這个都系我其中一个选择之一啦。咁啊，年青球员而家要问阿房啦，你啊特别对啲年青球员有特别嘅研究，都好留意佢哋啦。冇呢啲心水选择，同啲球迷讲下。我想回应一下咧，头先即系话余子南嗰度咧，即系进锋可能几个球员拣三拣二、四拣二咁样，之后我怀疑啊。是不是又借仗不揀呢？不是，同埋可能是因为王伟国同埋阿刘君正呢两个都是初到贵境啊，初登大雅之堂，第一年踢港超。但是余之南呢就毕竟都叫有 around 两年的经验啦，即加上可能你话山港杯啊、代表队啊，我唔知啦咁样。你衡量之下呢，佢觉得啊最佳年青球员咁就用两个真係初嚟报道嘅球员啦咁样。咁另外其实呢份名单呢，我觉得有几个球员呢，我哋咪成日听话咩咩乐坛欠边个边个一啲交代嘅咁样。咁大家都知道上年就即係取消咗啦。咁有啲球员呢可能上年就会係获奖嘅。但係就褪咗一年呢，咁今年就仲有机会入选。咁有啲嗰啲球员呢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㗎啦。亦都即係唔係第一年踢港超，譬如有边啲呢，朱明谦、余伟廉、何振廷都系啦，当然之前踢海景啦，或者大埔啦，咁亦都大家见过佢啦。咁所以我觉得好尴尬，即係你点样去呢、這个准则就真係尴尬啦，嗰个中间点。年轻球员但头先讲嗰啲。看边段时间呢係啦。咁所以呢我觉得就既然係咁呢，咁有两个位㗎嘛。一个呢就揀一啲真係欠佢一个交代嗰啲球员啦。另一个呢就揀一个今年初到贵境嘅球员。咁初到贵境嘅球员呢，我自己揀咗王伟国嘅。因为王伟国咧，亦都系另一个今年喺港超嚟讲咧，佢系冇缺席过任何一场赛事，每一场进锋嘅比赛都系出场。系啦，联赛加埋精英杯嘅赛事20场波，14次正选，6次后备，参与度高啦。咁另外就其实佢作为一个逆风球员咧，啊近期咧俾我见到有个观察，佢就系几肯用头锤攻门，因为一个唔够米七嘅细粒仔咧，可能就。抢点啊，或者即系各方面唔系好敢用个头，咁但系点到啦，即系你见譬如季初嗰阵时啦，即系佢嘅胆识啦、推进啦，咁我就拣咗佢啊。另一个咧就难搞啦，咁我自己就觉得，唉，即系舒铭谦、余伟廉、何振廷、陈海柏嗰啲真系好难拣，但系就既然拍档都讲咗何振廷啦，咁我自己就可能侧重咗啲防守球员啦，譬如。Paco 陈海柏，我都唔止一次提及过佢嘅拦截，佢嘅铲截系好准成。咁但系就我觉得，无论拣边个都系，即系头先我以上上述嗰几个人选咧，拣边个咧都系好似欠佢哋一个交代咁样，都系合情合理。咁即系我觉得咧，即系都系再一次重申咧，即系选举啲咧就好多时真系好主观嘅，同嗰个游戏规则都好有关咯。咁所以其实你话。是咪就算你问我呢个名单都唔系我心水最好嗰啲，有啲我鍾意嘅球员根本都冇得揀。咁所以呢好多时候选出嚟嘅话未必系你心水选择系好正常嘅。咁啊譬如好似头先讲緊阿余子南咁样啦，如果你揀中场嘅我会揀佢。但系好多时呢选出嚟你其实见到嗰啲投票嘅走势，你可以睇到嗰、那个啲球迷嘅喜好嘅。通常个名气啦，同埋嗰个球员比球迷之间咧系个形象噶，即系嗰个球员咧佢系好咧，佢唔使场场波都踢咧，好啲人都会拣佢嘅。好多时选即系投票，好多时都系咁。嗱，咁我哋最尾又讲下最佳教练啊，话呢个咧就而家睇个投票嘅走势，就应该似系阿朱 Sir 同阿嘉乐 Sir 两个之争啦，即系后边嗰啲就都有啲距离。咁啊，最佳教练嗱，今年咧坦白讲。我觉得冇边个真系好有说服力嘅最佳教练出到嚟嘅，同意，即系冇边个特别突出。呢八个俾你拣，你拣边个？我咧就点讲咧？我错强扶弱，因为八个入边咧冇一个特别好噶啦。咁我拣一个，拣咗嗰个即系调教新人调教得比较好嘅。我就拣咗进锋嘅教练。即系阿祖湾阿斯达维，即系睇住佢又对波季初真系几恐怖下噶嘛，即系越调教系越好咯，特别对同级球队真系表现几好咯。如果能够再改善对强队嘅表现咧，就更加好啦。
即系呢个西班牙嘅打法都注入咗好多生气俾呢啲球迷嘅，呢个都同意。更粗过一系啊，你都做过进锋球员一日。艾斯纳维的确佢个即系喺操练上面咧，嗰、那个调界系好严苛，同埋即系我记得总监啦，何 Sir 啦，何信贤啦，佢都有同我分享过话，佢其实都经常会阅读一啲，譬如西班牙足球哲学，佢当地嘅足球哲学嘅一啲书籍咧，想研究一下艾斯达维到底佢嗰个谂法系点。不过咧就可惜就系我哋平时赛后访问咧就好少可以揾到佢嚟同我哋倾偈，因为就可能大家行家们咧都倾向揾啲华人球员或者教练啦。即系可能同声同气啲啦，或者即系觉得，其实艾斯达维嘅英文就 OK 嘅，越嚟越好嘅，越嚟越好，系冇错，即系了解多啲。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不妨大家多啲去揾佢倾下，了解下佢嘅足球哲学啊。你讲阿祖湾，我又讲一样嘢俾你知，即系可能好多好少传媒同佢倾偈，我又多啲啦。咁其实咧，佢最近咧不停咁见到啲传媒都问咗同一个问题嘅，就系 why 乜嘢咧？就系点解我哋连续几场波都打下昼三点钟？咁咧，佢即系作为一个第一年参加顶级赛事嘅一个教练啦，个外籍教练啦，又唔明白啦。咁好多时都会问，即系点解香港啲比赛要喺个咁热嘅环境之下踢咧？呢、這个问题咧，佢问出嚟，在场冇一个人答到佢。即系阿 Murphy， 我上个礼拜咧，上一集咧，同阿辉辉咧都交流过，话我喺艾斯达维嘅社交平台咧，就系见到佢抱怨啊，即时动态嗰度抱怨点解即系嗰啲赛程，即系即使系西班牙打得密啦，又仲要三点，即系你睇下俊锋过去几场波，即系佢当然作为一个教练嚟讲，佢为咗自己球队争取权益好正常，即系佢都会觉得点解咁唔公平咧？点解我打得咁密，仲要场场波都下昼三点晒到 PK 嘅环境下，咁其实对于佢哋一队新球队嚟讲好难 pick up， 即系佢觉得佢同我讲过咧，佢话喺外国咧系冇可能嘅事嚟嘅。系啦 ，OK， 咁言归正传啦，你点拣咧？呢八个，系老实讲，我真系，其实你话我行都系咁讲嘅，又系我觉得系，朱志光同埋李志坚两个之间嘅选择。诶，竟然唔系加洛 Sir 啊？我反而我又喺个走势系佢呢两个，我宁愿拣阿 Matthew 嘅拣嘅选择艾斯达维，我都冇拣阿加洛 Sir， 冇拣阿郭加洛。咁成绩上啦，即系咁啊，坚 Sir 赢咗精英杯冠军，咁但系可能杰志就会系最终联赛冠军嘅拥有者啦，吓大热啦。咁，其实最佳教练真系头先你见阿 Matthew 一讲完之后，我即刻俾个手指公，好认同就系、都冇得补充，我都唔想咁行嘅，因为阿朱 Sir 攞咗几多年话，我好记得上次两年前喺三次到啦，好似印象中嗰度咧，大家都咁问，又攞呢个冠军，其实阿朱 Sir 亦都讲咗句，佢话。唉，我都想下年揾有其他人攞，我都攞够啦，想俾人攞下。唔系咁啊，即系讲笑咧，奖项咁啊，即系做翻自己嘢啦。咁我谂朱 Sir 其实佢好简单，做翻自己合理嘅部署。安排两个超级外援踢佢出去适合嘅位置，调教翻，执翻即系攻守平衡翻嘅话，咁其实而家始终都系联赛嘅未败之师啦。啊，应该话各项赛事。不败之师啦，咁拣佢咯，系好行噶啦。招出嚟冇得拣啦。反而咧有个人，我觉得就唔应该喺呢度。系你讲列文？哦，唔系，我冇谂过你，我冇谂过你。招常啊，冇错，即系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今季对外咧，或者喺场边督师嘅，多数都系赖卡辉。但系咧拣就即系咁，你知唔知点解？系啦，我记得都系同你研究过，俾你讲解一下。因为咧，流浪咧就咁嘅，佢哋咧就叫做教练团嘅，佢哋冇一个特定嘅主教练，咁啊成班都系叫教练团。因为其实佢哋教练团里边咧唔止两个，除咗招 Sir、招仲文啦，仲有阿赖家辉啦，其实仲有即系仲有阿黄展雄，即系大眼 Sir 嘅。咁其实咧喺佢哋嘅团队里边咧，点样即系点解个排头会摆阿招 Sir 出嚟咧？因为阿招仲文咧，招 Sir 咧系有 A 牌。即系有呢个教练嘅 A 牌资格，所以咧喺注册个主教练嗰度咧就用咗招仲文。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喺平时嘅调兵演将啊、带队啊、换人啊，其实好多时咧都系赖家辉为先嘅。对传媒咧，尤其是做访问啊、对记者啊等等啦。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Matthew 都有啲印象睇过。我哋都大家睇过一本小杂志咧，两年定三年前咧，或者好似两三年前嗰几届都系，曾经系拣过阿冯 Sir。
冯永成系嘛？可能咧普罗球都唔知系边个嚟嘅，都唔知佢系何方神圣，系啊，或者佢喺球会嘅角色系点？咁即系话，讲真，我见到呢八个咧，我觉得有人投招 Sir 嘅咧，就应该都系一啲朋友仔啦。有啲南区嘅球迷话应该摆翻 Vicky 出嚟噶。讲笑啫，讲笑啫。咁啊，亦都即系你见联盟暂时个票数都系最低啦。咁但系无论如何，咁啊，即系流浪嗰方面，大家都系即系当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下啦。系啦，咁啊，你问我咧，就如果最佳教练咧，咁其实好多时咧，如果过往大家睇开港超嘅颁奖礼都知道咧，其实最佳教练呢个位咧，好多时都同嗰个联赛冠军系边队挂钩嘅。即系咧，香港嗰啲传媒啦，或者啲投票咧，都系即系总之啲嘢好大路嘅，好大台。我自己覺得其實就不應該咁樣做嘅。咁啊，總之嗰年咧，邊個球隊攞聯賽冠軍，嗰個教練就係最佳教練。咁因為嗰個教練帶咗佢隊波攞到聯賽冠軍，可能係咁樣理解啦嚇。咁但係好同意兩個拍檔所講，今年呢八隊波咧嘅教練嗰個角色嘅重要性啊，的確冇過往某一啲球隊咁突出嘅。尤其是譬如今年就算你講緊朱 Sir 又好，或者飛馬又好，東方好咁成。就算曉明 Sir 都好啦，其實今年喺嗰、那個俾球迷個印象嚟講咧，唔算係好突出啦，所以大家點會覺得呢八個好似好難揀咧？咁但係如果你俾我揀嘅話咧，稍為做得好啲嘅，我都會揀朱 Sir 嘅。咁點解咧？朱志剛咧，其實佢揸住呢班兵咧，其實喺一個適應期裏邊咧，我覺得用人用得非常之到位嘅。即係用一啲叫做大陸嘅術語叫做好到位啦。咁其實點解呢？其實佢揸住一班人都係一個新舊磨合嘅環境下，其實佢喺一啲譬如喺場上面突然之間，譬如去到半場啊，或者落後緊啊贏緊波嘅時候，嗰、那個嘅調動呢，佢係的確係有一道嘅心思。咁我特別欣賞阿朱 Sir 嗰樣嘢呢，就係佢對於佢自己手上揸住啲球員相當之了解。咁呢個呢，我覺得佢比其他嗰七個球隊嘅教練咧係優勝嘅，即係咧佢對於自己班兵咧好清楚。譬如我好記得今年其中一個喺季初嘅時候好亮眼嘅，但係喺個明星選舉大家未必會記得佢嘅，就係講緊安永佳啦。即係其實佢今年其實用安永佳用得好好，即係就算阿何振廷，你話係咪第二個球隊嘅教練可以用到咁好咧？我都有啲懷疑嘅，即係等於佢揸住啲傑志嘅說明書咧，相當之有心得啦。咁其實喺就算講緊加維蘭都係一樣啦。咁成日如果你問我喺啲八個教練嚟講，佢係相對嚟講比較突出啲咯。咁但係都係戴翻個頭盔啦。到最尾，如果係第二隊攞咗聯賽冠軍，會唔會去咗嗰度咧？即係譬如嗱，我會問大家啦，如果今年啊～即系咧，大家都估计联赛都系东结之争啦。如果东方攞到联赛冠军，你哋觉唔觉得呢个最佳教练会系李志坚啊？我一定话系李志坚，但系冇办法，因为个投票结果我哋系暂时未知嘛。系咁喺我心目中咧，嗱你唔好讲呢啲嘢嚟影响啲球迷嘅投票欲啊。跟住我咁样拣咗阿朱 Sir 咧，系因为我觉得即系。都唔怕做下明灯啦，唔怕做明灯啦，即系预测走啊，朱 Sir 唔系预测嘅啫，因为我觉得我谂杰志今年联赛冠军嘅呼声系较高嘅，咁所以我咪最后都系拣咗朱 Sir 咯。咁但系即系如果坚 Sir 攞双料冠军嘅话，咁大家都识点拣噶啦，唔使讲噶啦，系嘛？咁啲票会唔会突然间调翻转去晒坚 Sir 嗰度咧？而家有啲距离，但系我就想讲，就算东方真系后上攞联赛冠军咧。我都唔认同坚 Sir 值得攞呢个最佳教练奖嘅，我明嘅，即系坊间对于因为你好多场嘅临场调动，你睇到真系，有乜理由咁样换法噶？系啊，即系呢个我相信系普遍一啲东方龙狮嘅球迷都有啲咁嘅睇法啦。咁当然，每一个人对于个教练嘅要求都唔同嘅。你究竟系要动一个人出嚟攞到个成绩，我就唔理你点做啊？定系还是你真系有一定嘅调兵遣将嘅能力？呢、這个就个人睇法唔同，或者欣赏嘅角度，即系所以我唔敢挑战啊。Mavis 头先讲个角度就系可能讲紧就系艾斯达维，因为好耐冇啲外籍教头嚟香港，有呢种嘅革命性都有啲新鲜感啦，系啊，同埋以俊峰嘅班底，我谂大家都好清楚球员嘅一众球员嘅经验。踢法要注入呢种风格嗰、那个冲击，咁所以我就冇乜特别大嘅即系反对，只不过佢即系拣唔到咯。如果金草妹教练金草妹教练咁一定系招我一定拣招 Sir 咯，因为佢根本唔应该属于提名。我会拣列文咯，
真系佢唔系一个好嘅球员兼教练咯。嗱，讲笑啫，即系我哋先戴翻头盔，我哋唔系特别批评，即系不过今年的确见到好多劣评俾列文，咁啊，好多原因啦，南区打得唔好，唔一定系列文一个人所有问题，咁但系佢的佢乖乖地坐喺场边指挥咧，绝对好过佢企喺个场入边啦。系，即系。一个教练兼球员唔容易做嘅，尤其是冇乜经验啦吓。OK， 好咁啊，到底足球明星选举几时会有结果呢？就去到6月十九号先至有分晓啦。咁到时咧，大家就睇网上投票出嚟结果系啦。咁啊，希望我哋纯粹系俾大家参考啦吓。咁集啊不停戴头盔啦，希望即系唔好因为我哋嘅睇法影响大家嘅投票。我哋而家唔系拉票啊，即系我唔系叫你投边个，只系讲我哋嘅睇法。同埋即系都希望大家吓网民啊、听众们啦、啊，高抬贵手啊，因为明白大家对于我哋嘅选择，即系我哋大家对拍档们嘅选择都唔同啦。咁啊，即系咸鱼白菜各有所爱啦。系啦，我都想讲呢个只系我哋个人喜好啫。因为想同啲教练球员讲声，如有得罪咧，多多包涵啊！大家投票都睇到走势啦，我会同大家 update 住啦。咁下个礼拜再做节目嘅时候咧，应该就已经系呢个争标互级组嘅开始啦。咁啊，到时咧，我哋再同大家倾下波经，睇下有冇啲咩新嘅走势。好，咁我下个礼拜再见，拜拜。拜拜。